今天呢，我要做一道硬菜，阴公肝。我为什么要做它呢？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啊，我爸他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都可以买它回来吃，所以对我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。把盐底基准涂上，我把它按摩一下。你想说吗？把它塞进你的肚子，加几块姜，就是一些葱油，就可以用纸把它包。好了，这个包好了，去炒盐了。还会加点花椒，辣椒。好了，开火。这感觉吃了。记住了，这个叫阴公肝，不是肝狗阴。哇哦，好吃，我童年的味道。来，干杯。抖音。